当各自守候在暴雨的钟楼，看我撞碎的肩膀伸着手，你的心我的心突然淋湿了天空。后来我好像也终于明白，孤独的山林才辗转领袖，你给了我机会，给我机会从我誓死捍卫。我抱紧你，回忆倒叙，我在另一个世界，那个时间笑的脸，另一个世界，我在另一个世界，那段时间和地点，风暴呼啸后停歇，你不准失去知觉，你依然在我身边，我努力抵抗一切，你安静对我笑的脸，另一个世界。哎呀，哥，你不知道，今天可真是太悬了。对啊，哥，你胆子太大了，你知道吗？这裁判倒数最后一秒的时候，我还真怕下一秒枪就响了。三爷啊，每回都能逢凶化吉，这叫吉人自有天相。哥，你还在担心雨初和思三吗？马上十一点了。爷，你不用担心，就凭雨初那身手，除非思三捣乱，要不然肯定不会有事，放心吧，你就。怎么样，招了吗？真是个硬骨头。30分钟了，还没问出来啊？现在这帮人，任务都是层层下放，根本没机会接触到雇主。行动失败了，快，快救雨初！品，你们是不是都疯了？可丽琳是合法进入中国的，你也偷到报告了，你自己看看有问题吗？谁知道你们背后都弄了什么勾当？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查过了，可丽琳的致幻上瘾效果比鸦片还要大，更难戒，戒断症也更大。如果你还敢拍着胸脯说它不是毒品，好，那我们会继续查下去，直到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是不是毒品我不知道，可我知道你是贼，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我倒要看看这次崇立民要怎么救我。你居然让他去雅芳偷可丽琳的药理报告，你可现在人赃并获，你让我去救人，我怎么救啊？崇立民啊，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和谈期间不要去得罪洋人，事关国家大事，可你们听过吗？好了，出事了，这和谈要是出了岔子，谁来担着呀？崇立民，是你呀还是我呀？先前怎么劝你就是不听，现在又让我来替你收拾这烂摊子。是是是，是我不识大体，惹出了祸端，都是我的错。可是雨初再怎么说都是哲宇王爷的外甥女，王府的格格。那你让我怎么办？您是王爷，也是朝廷的谈判代表，如果您去找黄探长的话，他一定会答应的。得了，明天再说吧，这事儿让我想想该怎么办。别，王爷，明天真的来不及了，咱们现在就得去。王爷，干什么的？我和黄探长约好了，你们进去吧。
俩留在这儿。我必须得去。站住！你进去会说软话吗？这种事儿要在人面前低头的，你楚立明能做得到？老实在外面等着。What's going on with this colony? Were you telling me the truth? Zhong Liming has been causing trouble for us for a really long time. This is another one of his little tricks. But why would they take the risk of stealing the pharmacology report? Because they refuse to get along with us. Now you have the pharmacology report, so there won't be any problem. I'm warning you. If we do find a problem here, I'll leave you destitute. You caught this guy.怎么说，那也是大清国的格格呀！您能不能通融一下？回去我就好好的处置他们，行吗？就算我想通融也来不及了，人已经交给太和洋行了。哎，你们怎么能把人直接交给他们呢？谁让他们得罪远东公司啊？让他们别查克里林，别查克里林，他们非要查。现在倒好，人家远东公司当真了。在租界，他们是这个，我们只是这个，我只能听他们的。爷，您再耐心等等，德齐王爷都亲自去说了，黄探长总得卖他个面子呀。他要是不卖这个面子，我就把这给端了。爷，这里可是租界，我们大闹巡捕房，这是要让朝廷和洋人决裂呀！再说了，别说比赛，到时候恐怕连和谈都悬了。那又怎么样？我不在乎比赛，更不在乎什么和谈。如果雨初出了任何意外，我就让这帮家伙给他陪葬。别小看一个可丽林，他连海关的药检报告都能批得出来，他背后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你们以为远东公司是什么？它背后是整个大英帝国。不是，黄探长，我这次把雨初要回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儿。楚立明知道这次错了，而且我保证，他们不会查了。回去以后，我就让楚立明向远东公司道歉。黄探长，请您给我们指条明路吧。啊，对不起，王爷，这事儿我管不了。管不了。哎呦，黄探长，黄探，您，您要真想救人，就去找玛丽。玛丽，哎呀，她才是远东公司在上海说了算的人。啊，雨初呢？走吧，走吧，回去再说。我问你雨初呢？够了，楚立明！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祸吗？啊！雨初被带走了。你说什么？黄探长给你指了一条明路，就看你愿意不愿意走了。只要能救出雨初，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向玛丽道歉。只要你能把头低下来，他们会把雨珠还回来。好，我去。光道歉还不行，还得有实际行动。第一，即刻退出比赛。第二，立刻停止对可丽林的调查，登报道歉，承认你对可丽林的攻击是子虚乌有，明白吧？不可能。什么？我说不可能。你不想救雨初出来了？人家给你提出了条件，你还不接受？楚立明啊，你一味破坏朝廷跟洋人的关系，你置朝廷于何地呀？我置朝廷于何地？你们只顾洋人当下所思所想，不顾及民众的利益，你置朝廷于何地？你混账！你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屡次违逆赏议，你对得起你的出身吗？对得起朝廷对你的栽培吗？我对不起，那你又对得起吗？
什么？我如何对不起了？我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就是为了报效朝廷的。王爷，事到如今，您还在执迷不悟，您还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败了吗？我还有王爷，我告诉你，语出的事情不劳您费心，但是我一定会有我自己的方法把他给救出来。你送王爷回去。是。程立明，程立明，你反了你！What do you think you're doing? The ambassador is so furious, he nearly eviscerated me. Did you tell him I have things under control? And what control could you possibly have? Chong Liming is about to make it to the finals, and if he wins the tournament, everything will blow up in our faces. He won't win this round. What makes you so sure about that? Because I found his weakness. What weakness?What is it? Chong Liming is here. He's by the door. What's he doing here? That's perfect. Bring him into my office. Chong Liming 到了。今晚的比赛赢得很精彩。请坐。今天晚上我为什么来，你应该很清楚吧？詹姆斯，你不说我怎么会清楚呢？语初呢？他不过就是个贼而已。他潜入我太和洋行偷东西，我让巡捕给他抓起来，这有什么问题吗？只是不巧，他是你的女人而已。你跟我之间的恩怨，我劝你最好不要牵扯到语初。程立明，我知道叶世帆的行动都是你安排的，可是东西他偷了也看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你们一次次的无理取闹，我又不是没有给你解释过，你非要查。那事到如今，我也改变不了什么。你们好清白啊，怎么那么清白的让我说？那你们为什么要买凶杀人呢？杀人？今晚在赛场上，他们雇佣了枪手。只要我击败了梅子，他们就会开枪打死我。你们干的那些下三滥的勾当，真够恶心的。你以为我们都不知道？程立明，我还是那句话，说话要凭证据。这样吧，你想让我放了雨初，也不是没有可能。明天的比赛，我看你还是不要参加了。只要你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你退赛，我立马放了他。什么新闻发布会？我倒要看看，是你的语出重要，还是你的比赛重要？选择权我都给你。你们抢了我的人，还来跟我谈条件，你们怎么越来越无耻了？我再和你说一遍，我没有和你做交易，你可以选择救他，也可以选择不救。我可是在救你啊，我也是在救他。这样吧，钟立明，如果你想继续，也没问题。决赛那天，我们带着于楚小姐一起出席比赛，让她看。你看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爷从小到大都没被人威胁过。你敢威胁我？等我赢了比赛，你给我等着！别说回英吉利，你去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我都不会放过你。程立明，我有时候真的嫉妒杨雨初，他到底有什么让你对他如此痴迷？
他到底有什么？想知道吗？你去照照镜子，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就应该知道为什么。Why is someone trying to kill him? Why didn't I know about this? Ms. Mary, Mr. Leon ordered me to arrange this outside official channels. We did this only to protect our profits in case... I'm surprised at your initiative. Don't get angry. We have no choice. But it's just as well. We'll bring Yang Yuchu to watch the fight. And then we'll see if Chong Liming dares to win or not. ，玛丽肯放人吗？不但不放人，还说要带雨初来看我比赛。什么意思啊？这玛丽好歹毒，竟然要拿姐姐血泼你。咱们一起去太和洋行，直接把雨初姐救回来。我们之前不是找到那个枪手了吗？玛丽根本不在乎那个枪手，即便刊登他们买凶杀人的事实，她也会矢口否认的。他开的条件是什么？ 你其实不用退赛的。道理我都懂，国家为大，民族为先。既然已经选择了这一步，我没办法阿姨。但那个人是雨初，我现在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那些人会以什么样的方法对付他？我连雨初都保护不了。阿姨，雨初看错人了。你告诉我应该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从没想过我竟然没办法保护他。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赢下这场比赛，那雨初怎么办啊？还有我，楚立明，你给我听好了，你现在是大家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你不能哭，你必须站在上面，打倒那个英国人，为中国人拿下冠军。你放心，雨初那边还有我，我一定把他救出来。 吃点吧，要不然崇立明会心疼的。你们的目的不会得逞的。
是吗？其实我挺羡慕你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崇立明的女人。以前的崇立明很可怕，因为他肆无忌惮，什么都敢做。他抛弃我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离开了。可是他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他有了你，他在乎你。一个人有了在乎的人，心里便有了软肋，就变得更容易被伤害了。其实你想多了，我在崇黎明心里没有那么重要。那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看看你在他心中有多重要？怎么赌？一会儿我会带你去看比赛，看他会不会因你而弃赛。我可以告诉你，他不会的。我不得不佩服你，你真正走进了崇黎明的心里。你知道吗？他来找过我，求我放了你。这个从来不肯求人的人，居然为了你低声下气，为了你连自己的原则都不要。在你和他的性命之间，他选择了你，所以我敢跟你打赌，一会儿他一定会因你而弃赛。就算他不放弃比赛，他也一定会输。放心，这只是肌肉松弛剂，我才舍得要你。现在拿住你，就等于拿住了崇立明。你现在可是崇立明唯一的弱点，我才舍不得杀你呢。好好睡一觉，等会儿我们一起去看好戏。你这么美的女人，又是身份尊贵的格格，干嘛非要加入什么艳世番啊？你忘了，你应该听哲宇王爷的，而不是跟着崇立明到处捣乱。你的赌注是什么？什么？如果崇立明赢了比赛，你会输掉什么？我只知道有人会丢掉性命。别自欺欺人了，铁路合约你没能签下来，可丽玲也遭到曝光，如果比赛再办砸的话，你在远东公司的位置会被人取代吧？你想多了。是吗？Miss Mary, everything's ready. Downstairs? Detective Huang and his men are watching. Tell Big Joe to use the moment Chongliming is distracted and quickly end the fight. Understood. Let's get to it.你放心，只要崇立明输掉比赛，
我肯定不会为难你。玛丽，有件事情你做错了。什么？你应该直接逼崇黎明退赛，因为只要他上了台，就一定会赢。我真的很讨厌杀人，崇黎明最好别赢，也别给我耍什么花样。是巡捕，看见了，姓黄的交给我，他胜负三排，有两个代理帽的，那两个人交给我了，见机行事。好。Come in. I have something to tell him privately. All right.Mary asked me to tell you that Chongliming won't be able to focus on the match, so you find an opening and you end the match as soon as possible. What do you mean he won't be able to focus? His woman is in our hands. He won't be able to focus on the match. You think I can't beat him? No, oh, no, of course not. That's just...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Now!紧张了？上次有人要杀你，你都没有紧张。上次是我自己，这次是雨初。阿姨，你是不是该行动了？我都想好了。等第二回合开始的时候，玛丽的注意力会在台上。这个时候我去救雨初。你记住，第二回合结束的时候会放条幅下来。条幅下来，就证明雨初安全了。你到底打算怎么救雨初？千万不能用枪。如果你们开枪的话，雨初就会有危险。细节你就不用知道了，你专心对付英国人吧。你说哥这次是不是不应该参赛？应该直接退赛。可能你们都是对的，比赛其实一点都不重要。我给我自己找了一大堆必须要参赛的理由。你知道是为了什么吗？就是为了发泄。程立明，你这次参赛的意义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你看看外面的民众，你听听他们的呼声，在他们眼里，你代表的是中华民族，是中国，是他们心里的希望。都跟你说过了，搞得这么沉重，我担不起。我知道你压力大，但现在我们除了走下去别无选择，你只能担起这个责任，拿到冠军。你的事迹会像一颗种子一样种在民众心里，让他们生根发芽，让民众知道中国人到底有多强大，让他们鼓起勇气，哪怕只是发生抗议列强对中国的图谋，那意义也是非同一般。要是我输了呢？要是你输了的话，没有人会记得你已经赢了两场比赛，大家到最后只会说，崇黎明没有战胜洋人。你是不是担心我会因为雨初输掉比赛？阿姨，把雨初救出来，
不然我一辈子都无法原谅我自己。放心吧，我答应你，一定把雨初救出来，顺便再告诉他你对他有多痴情。臭小子，小心。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final match of the All Nations Heroes Brawl. Today, right here and now, we will witness the most ferocious battle in the world. Chong Li Ming, remember. Actions of Mary and William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me. Don't get distracted. Even if you focus, you won't beat me. Now, let's have a warm round of applause to welcome the tournament's cheap seater, the bone-chilling god of death, Big Joe! Try to challenge the authority of the gods, and most of the time, they fail miserably. Is today the day we witness a miracle? Will this mortal's luck continue tonight? Now, let's welcome RG's Chong Li Ming!说实话，我觉得自己想多了。崇礼宁根本就不是史密斯的对手。走着瞧。你宁愿自己送命，也希望崇礼宁获胜？那是以前。我说过，他现在已经有弱点，早就让他退出比赛。 这个国家已经沦落，他就算赢了比赛，拿了冠军，又能有什么变化？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最后的希望。别做力所不及的事了，否则爬得越高，摔得就越惨。他现在被称为民族英雄，等他输掉了比赛，民众的反应。 一定会很有意思。我说了，他不会输。
场比赛已经没有悬念了。杨雨初，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是我们经理的野心，特调干马天奶。两位女士，请慢用。我怎么觉得崇立明有点心不在焉呢？是啊，他朝包厢那个方向看了好几次。假如他输了这场比赛，前头的努力都白费了。您身为南方的谈判代表，都不由得心系崇立明的胜负，可见他身上的确有种特别能打动人的东西。这样的人是不会输的。你说对了，这样的人是不会输的。一切顺利，为这和我们猜测的一样。辛苦了，我去告诉阿姨。
军师了，快跑！Young Yuchu got away? Didn't you give her a muscle relaxant? That cup of wine? That cup of wine had muscle...